你为什么每次都看成咪呢？第一次拉成咪就算了，第二次你也拉成咪，从头，你的琴先拿过来调音啦。大拇指要退后，连起来的功法叫连弓。连起来，上弓不是下弓，从收蕊起对手，再一次，哎呦，一二。每次都在试谱，但你可以越要拉好一点吗？第一首，收太低了，收太低了。西拉西都四个连起来。收每次连起来呢？发咪瑞，为什么不升哆？再一次发咪瑞，三四。
发咪瑞三四。太低了嘛，我刚才不是讲过同样的位置吗？重新再一次，哎呦，好可怕，你们每次放假后都这样子。三四，拉西哆瑞哆西，三四。长的慢嘛，发咪瑞都不要慢，三四。为什么不升哆？哎，是刚刚做好像一样哎，三四。刚才说要拉长的什么 ？so， 从西哆瑞咪三四，第三首，上弓开始。为什么是咪呢？哎，看谱嘛，你要不看谱叫你唱。为什么是下弓呢？乐意上弓啊！上弓的意思不是下弓的意思吗？你现在拉第三小节那个 re 是上弓的 re， 我刚才说你拉错了，请你帮我顺上弓。OK， 听不懂，从头再一次。哎，看谱拉，为什么是下弓开始呢？上下弓不是上上弓吧？你哆咪是连弓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记得是分弓呢？你的瑞是不是太高了？因为你的手没有在对的位置，所以你所拉出来的音就是错的音了。哪瑞哆咪瑞？哪瑞上弓？
的。西拉嗦拉，下去。瑞西分勾上弓瑞，快点啦！你的手要退后才会对的音，手没有退后是错的音。瑞哆啦三，走。那快点，西手西瑞，分开来的功法。你的瑞太高了，手后退。西手西三，走，手退后一点好不好？再后退一点。然后接下来是跳到二房，二房知道吗？西收收收收这边走，哎，那上上弓，再一次西收收上上下。